为了完美呈现超级设计师的作品，我们请到专业彩妆品牌的化妆师们来帮模特儿打造完美妆容。今天化妆师也要教大家如何打造紫色调的优雅妆容。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秋冬最新的彩妆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模特今天她的服装哦，是一个比较方形拼接一个 V 领的洋装，非常的优雅，很迷人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以这样的服装概念为一个主题呢，来帮模特打造一个非常优雅的妆容。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们要先帮模特创造一个非常优雅迷人的眼神。那在今年秋冬呢，其实黑色是一个很大的重点。那我使用的呢是眼线胶。利用眼线胶这样的一个质地哦，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延展性，在我们画眼线的时候呢，可以更轻松的呢去画出一个深邃可是不会过于锐利的眼线。利用点描的方式呢，从眼睛的眼尾的部分呢开始，往眼头呢，在睫毛的根部逐一的去完成。在眼尾的地方呢，我们只要轻轻的做一点像晕染式的画法，让我们的眼型看起来更深邃，可是是柔和的效果。那在下眼线，我们只要在眼尾的部分轻轻的做一点点的晕染就可以了。那在眼影色彩的部分呢，为了呼应这样优雅的主题呢，我手上呢使用的是一个包含了眼影呢跟夹彩的一个眼夹盘哦。那在色彩的选择上面呢，我们会选择比较带点紫色调、藕色调的。那东方女性呢常常很喜欢这个紫色调，可是却怕画起来眼睛会太抛哦。其实这边教大家一个秘诀，首先呢，我使用一个比较中性色调的灰色呢，来描绘出我们眼睛的轮廓。那我们画的时候呢，就一样在我们的睫毛根部开始点压，往上呢，像做一个半圆的方式，将我们的眼睛的轮廓给呈现出来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不用担心呢，紫色调呢会让眼睛变得抛了。如果说呢，你喜欢比较紫色调的效果呢，不妨试试看这样的方式。那在眼尾的部分呢，我们使用的就是最多女性喜欢的一个紫色调哦。我们从眼尾的地方呢，轻轻的一样以按压的方式哦，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看起来更深邃，而且有点迷蒙的效果。画完了上眼尾之后呢，一样我们在下眼尾的地方呢，轻轻的带过就可以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使用一个纯白色，纯白色呢可以让我们紫色调呢呈现出一个更干净的效果，也可以让我们这样的优雅的眼妆呢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呈现。那在腮红的部分呢，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奢华的效果，所以我们在颜色的选择上呢，不要选择彩度太高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比较裸色的蜜桃色。那在画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就是在微笑，从我们笑肌的地方呢，轻轻的往上勾，再从笑肌往我们耳垂的方向把它延展开了，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刷出一个很自然、很晕染的一个腮红。那在唇色的选择上面呢，我们搭配呼应这样的眼妆哦，所以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带有茶藕色调的一个颜色 Tony 的颜色呢，让我们的嘴唇做一个像蓝色的效果就可以了。画的时候呢，我们从嘴唇的中央呢轻轻的往外延伸开来。那因为呢，我们不要很刻意的去让唇色看起来很明显的像画过唇膏，所以在画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薄薄的画，待会用手指呢轻轻的去做一个按压的动作，让我们的唇色呢可以看起来就像是天生的唇色一样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月光珍珠的颜色呢，这个唇蜜呢，帮我们的整个彩妆哦做一个最后的调整。我们画的时候呢，直接从我们的唇腹往外延伸开来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唇蜜呢，画在我们的嘴唇上，它可以有立即丰润的效果，也为我们这个优雅的彩妆哦，做更增添一点点迷人味道。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呼应了模特的一个服装哦，所以利用紫色调呢、藕色调呢来做一个比较优雅的呈现。今年秋冬呢，大家不妨试试看这样的妆容。